没换，还是要洗一下头发顺的。还是要洗一下。孩子不洗。我确实是不想洗。那也没有用。现在表现出来就是90后的状态。八零后的人做不出来这些，真的。我以前喷那帮人，喷那些00后、90后的人，拍的效果特别好，真的。真的，说实话呢。两个瞬间变成了老的要命，真的都不想活了。可不敢。现在说难听话，现在不是为自己活了。你可是为我活着呢，是不？我真是怪异，都是笑都笑不到，我脑子里。就是到哪里发？谁让你发火？我让发火呀。那你说啥呢？大家在发红包呢，你俩提前发火，你俩这就真不可以。我听你说，发火。连我还哈了一跳，哪里发火了？把他手也划的到处是烂的。工伤。除了要红包。那是不是工伤？这也只会工伤，连老板也不会给你。你也不会那样。你会那样编吗？我不会，我早上有时候这样胡编胡编的，变得有艺术感。上次没学会，上次来那女孩给我教的，我没学会。上次我剪咱的少数民族那女孩子那。我拿她头发给你教一下，看你会不？你好。岁数太大了，太不好了。我一这个叫你个三奶奶，那个叫你个三妈，你简直都崩溃了。你。嗯。我老还岁数大，没法在那放着。怪啥呢？把你叫老了。我村里动不动求你三妈发个红包嘛，没钱花。你三妈是开银行，直接发红包。挣钱自己花。走着去。好，对，好。笑一下，搞得大家好紧张。好，开始。那我就开始拍摄了啊。嗯。好，来，一分钟，一分钟，搬好，控制好。